今天教大家正手往前勾对角，每一个正手往前勾对角，往前每一个动作都要拍子先伸了之后，然后再做动作，先伸了搓网，先伸了然后再推，或者是先伸了再挑。这个勾对角主要就是拍子伸出去了之后，然后这个食指带动手腕，然后这个肘往里收，然后拍面有点立起来的感觉。勾的那一瞬间，一个肘要往里收一点，收一点的同时，你们的拍面是要立起来了，点的同时是拍面立起来，这样去勾对角。勾对角的时候，肘一往里收的时候，要感觉到拉到这个球头的感觉，感觉到这摩擦到这个球头，不要感觉到去打那个球，要感觉让那个球贴近一点球拍了之后再勾对角，不要太长，不要距离太长的时候，太远的时候你们就去勾了，这样会变成打，所以让那个球贴着一点拍面了之后再勾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